大家好，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个20米长的地笼啊，你看这个是普通的小地笼，对比一下。然后前几天也是发了大水，今天刚退水。这边河里很多这个底层鱼啊，泥鳅、螃蟹，还有那些河蟹啊，都很多。我们看看能不能网得到啊，试下这个地笼，头一次用这么大的地笼啊，现在把它打开啊。哇塞，超大！方马马虎虎的把这个地笼给摊开了，然后现在塞饵料。饵料这边带的五花八门啊，这个是我们家里榨花生剩下的花生渣，到时候逐个投进去啊。我分好包了，十几包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贝壳肉跟那个家里剩的一个那个叫什么羊肺，还有一点米饭，全部放进去。就这样放进去就好了啊。这个才是猛料啊，我估计要有这个料才能捕到那些河虾、螃蟹之类的，因为这个是肉啊。哇，这个味道够大。这地笼没有穿这个水库的话，你是搞不定的，因为这里太深了，浅的地方放这种地笼也是白瞎呀，一定要到深的地方来放。这里这么深呢，你别关紧了啊，棍量好勤呢。你来的时候他在哪里来？我来的那样就可以了。啊，屁股都进水了，这太深了，这里。这个东西勾住了，说呢。哇，这个地笼放起来好吃力啊！现在已经放下去了，隔个两三天我们再来把它收起来啊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，如果想看有没有收获的，欢迎关注一下啊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